大家好，我们是 Cuesports Club。那现在大家所见到的这位球员是傅家俊，也是 Cuesports Club 的一位股东之一。那么首先恭喜你昨天在比赛中打得非常精彩，战胜了 Jeff Trump。那么怎样评价你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这个比赛自己很满意，因为每一个机会自己都把握得很好。然后我觉得Jet 他也打得非常好，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一局都是一个犯错，然后对手就可以差不多一杆可以清弹，然后就赢下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打那么多年职业其中一场比较水平最高的一场比赛吧，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忘的一场比赛。那么最近几个月啊，特别是在英锦赛以及上个月的苏格兰公开赛，你打的都非常的精彩。首先是进了一个半决赛，差点在半决赛赢了 Ronnie O'Sullivan， 后来在苏格兰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排名赛冠军，特别是从 Stephen Hendry 手中接过这个水晶的奖杯，肯定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最近是怎么样找到这么好的状态？对，之前在英锦赛之前状态其实自己也是一般，状态一般，成绩也是一般。但是在英锦赛自己可能有几场比赛自己打得比较好，然后就慢慢找回这个打球的感觉，然后就慢慢也这个状态看得到自己的状态也是不断的提升吧，然后信心也找回来了，所以就最后英锦赛没有赢下这个比赛，但是把这个很好的状态带到这个苏格兰公开赛，然后到现在的 Master 这个比赛也第一场自己也是打得比较好，所以最近自己的对可能训练的比较多吧，因为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英国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可能训练比较有规律，然后就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原因，可能因为我最近用一个新的皮头叫 TSF 的皮头，然后就感觉也是打球的时候这个感觉也是跟之前有一点不同吧，就感觉很好，然后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家长时间以来非常关注你，那么也跟你有很多的互动，那么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平台 Cuesports Club 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准备在这个平台以后跟大家怎么样去进行联系呢？对啊，这个也是我是 Cuesports Club 的其中一个股东嘛，然后就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球迷可以看得到斯诺克的新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球员的访问，就是我们不断都有当然我自己的访问，然后还有其他球员的访问吧，就一年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真的比较多，然后每一次比赛完了之后我们都有最新的新闻，然后有赛后的访问可以给球迷看得到，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可以把这个网站做得更好。 OK OK Perfect。